请各位录完之后啊，先看一下那个剧情啊，里面会有治疗，你可以执行。不过执行的话，它其实在这边虽然也可以执行，可是不是很方便，有没有清除？哎，啊，而且啊，你总不可能说你将来假设要给别人去操作的话，他如果没有开发人员，他也没办法操作，他还必须要打开才可以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哈，就要教各位哈，如何产生按钮，让你的这个输入哈，会控制会比较容易一些些。那要怎么做哦？首先第一个，这个大概 demo 这样按有没有？哎，就类似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哈，我先把它删掉好了。删掉的话按右键哈，不然你按左键就执行，按右键才能够被选取，按 delete 就删掉。那要怎么加哈？其实也非常简单。一，请你找到开发人员，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插入有没有？插入控制项。好，二的话呢，请你找到哈按钮，在左上角，这个有个表单控制项的左上角这一个哦，右边这边有个按钮，不过它这个按钮哈也可以执行，但是比较麻烦，还要另外写程式。那上面这个不用哦，所以记得哦，请你用这一个哈。左上角的这个表单控制项，这个点之后的话呢，请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，就是啊空白处按住不要放，它是十字按住不要放，向右下角拖拉，你跟那个小画家还蛮像的。拖拉完之后大小，不过大小你可以自己决定，放开，他会问你说，哎，你那个按钮按下去的话，要执行哪个剧集啊？那就这个。啊，接下来的话，请你把这个字哦复制一下。那为什么要复制哈？按确定就知道了，因为它叫按钮三，它理论上应该是，它应该把字放过来，可是它没有了哈，所以复制是因为我可以直接贴上，不然的话你又要自己重打那些字，还颇麻烦的。那再来的话一样嘛，有一个之后的话，你可以再产生第二个，对，再拖拉，然后再选有没有？再把它复制一下，确定，然后一样哦，点这边一下有没有？把它删掉，再贴上去。哎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OK 哈，啊，再来就试嘛，按下它，哎，会 work， 再按下它，哎，会 work， 那就表示你就完成了插入按钮的这个动作。不过哈，会有几个地方哈，同学之前有问的问题，他说第一个。老师，你为什么两个按钮 不一样大小？说有吗？不是一样大吗？他说啊，而且哦，他两个还没有对齐耶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其实哦，他应该可以对齐。我看他这里面有没有办法对齐？格式里面，哎，他可以啊，对齐这边有对齐有没有？然后靠左对齐，而且宽度高度呢，你可以自己调一样。不过变成你要自己再去啊，那太小了，啊，自己再放大。这边宽度的话自己再调，不过你便要自己两个这样调，哎，有没有一样大了？有了吧，哈，不过好像感觉有点麻烦，知道哈？好吧，知道一下就 OK 了。但是这个有没有影响呢？这个没什么影响，好，你眼睛不要用显微镜看嘛，哈，你就大概知道。但是哈，其实跟各位讲一下啊，除了说可以从这边改之外，有没有从哪边对齐？有没有？跟从这边嘛哈，改一下哦，记得哦，改这边它两，如果你有很多按钮，你也可以通通把它变成一样的哈。好，另外一个方法啦，其实哈，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如果我今天要让两个一样的话，我不太会用那个方法，我用另外一招。这个是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我先做一个之后哈，我就把这个复制，复制之后呢，在旁边点一下，把它贴上。它会一模一样大，会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如果我习惯在一直贴一直贴，如果好多个的话，我就贴一排。然后呢，哎，可是问题上面的字不一样，没关系，按下去效果不一样，没关系，请你按右键重新指定剧集，重新再把它改一下名称，再复制，等于是刚刚的动作再做过一遍啊，多按一个右键哈，重新指定剧集。这样子的方法，我觉得可能会比刚刚那个方法应该会快一些些了哈。不过都是方法啊，选的话按右键哦，按右键哦，不是按左键哈啊，去改这边这个方法 OK。另外贴的方法是我常用的 OK， 跟各位讲一下，哎，这样执行。
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，就是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这个好表单控制项。那第二个是说，老师我可不可以啊，不要做这么正式的按钮，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那这样被人家发现哈，我会写这个巨集或写 VBA， 其实跟各位讲另外一个方法，你插入有没有？其实这边图片啊、线上图案啊，这些都可以。所以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会的话， 你可以这边做个笑脸好了，哦，啊，笑脸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放旁边这边有没有？啊，颜色你可以自己调配啊，反正随便一个。按右键哦，你也可以指定巨集，有没有？手机串接哦，一个笑脸就手机串接。啊，另外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插入什么呢？随便找一个叉叉好了，有没有？你这边有个叉叉，你这个也是叉叉。然后颜色的话自己改一下，反正这个颜色一堆哦。按右键你可以什么？指定巨集，它就是清除。哎，这样可不可以？ 试一下，这样也可以了，这样也可以。那你可以缩小一点点，比如说你可以呢，把它藏在哪里呢？藏在右边一点点 ，OK 啊。下班前呢，再把它按一下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快下班了，好，按一下，哦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，好 ，OK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按，你要正式一点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如果你不要那么正式的话，那你可以用任何图、任何小图案都可以。 OK 哈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。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，你就可以执行你录制好的句型。那也就是，如果你工作里面啊有重复性很高的那些动作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，全部都把它录下来，以后呢按下去，它就重复再帮你做过一遍。不过特别注意录制的时候哈，请要注意那个些细节哈，包含就是彩排一下。 还有就是选取的话，记得要快速键，Ctrl+Shift+向下。OK，如果你是很大范围，就 Ctrl+Shift+向右再向下。哦，那个部分的话，哈，可能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如果你用滑鼠选的话，它会录很多不应该录的一些程式在里面，那会相当的麻烦，而且哈，可能会造成你执行上面会有错误的问题。啊，另外的话，哈，当然工作。<咳> 如果是比较单纯，可以用录制句型，但是如果有一些部分有一些可能变数比较高的，恐怕录制句型失败率还蛮高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有必要学习自己来撰写 VBA。OK， 好，所以待会我们就来看自行撰写 VBA 要怎么做。OK， 待会来看。